黑舞蹈女孩大概一万，这套衣服一万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黑鱼，今天邀请到了安心，耶、yeah ，没错，安心今天其实是来开箱你色色的周边、啊，没有色色，是性感，没有，我问大家，这可以给小朋友看吗？可以，可以、欸。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要来看一下他的周边？不是，并不是安心想要宣传这件事情，而是之前安心都会定期送我一些周边公关品，像是那个，请喝杯水，请我喝，哦，你还支持水杯的部分？OK OK， 我们等一下我们先放着。之前有那个你送我立牌，然后那立牌的话是我记得是这个啊，送那个最漏的给你。对，哦，原来这是最漏的，然后我就放在我的那个开台的我背景后面，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得到。耶，你看我是不是有支持？下次你开台我要来检查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再放后面。那今天的话，我们等一下会一个一个来开箱。哇，我们应该从何下手呢？有点多、欸。我们从小的开始好了。小的。不然我先问你好了，你现在有主推什么吗？目前是这个人形立牌哦，人形立牌。那我们从人形立牌来看，这个是索尼子嘛？对。然后雷姆。对，雷姆。可是这个雷姆是那个已浮现的雷姆，就是作者其实有画一个是雷姆跟四八六结婚的线路这样，真的蛮好看。可是因为有点白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有点太白，它印出来有点白一点。对。还有这一个，这个是它是出包王女默默、啊、默默，嗯，哦，有我有看过，但我觉得这一只又有点太黑，对，应该是我选的图啦，对，这只有点黑一点点，但是我觉得还好，就是这只比较露色一点。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个，这个我想想看，它不是一个游戏啦，它是算是绘师画的哦，并不是游戏或动画这样。这个你应该也知道啊。哎、欸，那个嘛，那个明日方舟。对对对对。哦，有都还蛮了解的。不好意思，明日方舟我记得没有这样的衣服，没有这样的衣服。这个是会师画的。哦，然后想说可以。那你通常是怎么选定要用哪一个来做立牌？就是我喜欢的。喜欢的角色。我跟你讲，我挑东西都很随机，我就是看当下感觉，我喜欢哪一套。这几个作品你有看过吗？真的有看全部的是那个。艾琳。对对。初恋王女你有看过吗？官网也没有，但这是那个有粉丝就是希望我可以 cos 他哦，不错不错。然后我跟各位讲，我今天才知道安系原来有卖飞机杯，真的，所以你说是你的商场有在卖飞机杯？对，我的商场有，但我一直没有特地的跟大家讲，因为我比较不好意思，我害羞啊，而且我没有用过。Of course， 你要怎么用？刚刚我事前有问安琪，为什么他不讲这件事？他是说他怕太色情。对啊。你怎么当初没有送我桌立？我今天就拿来送你啊，而且我还要送鞋子。哦，真假哇？你是送到底？哦，这次的桌立比较特别，是以全都是 cosplay 为主，因为我以前的桌立是就是一般的服装。真的也都是 cosplay 的。对，因为我没有出过 cosplay 的，所以今年就想说出一些。每一个都是角色吗？对啊。哎，那这只是谁？这就是我请人家画，你自己的，我请会师画，自己的，有有有，我有看到你 Q 版的，对，哎，我刚记得我好像有看到有图，是不是？今年是牛牛年，所以我又再请人家画了一只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哦反哦原来反过来是哦，然后有雷姆，对，雷姆一定要啊，雷姆好看，雷姆好看。然后这个我知道，这是那个、一种主风树娘对的里面的最后一集的那一个，我忽然忘记叫什么，有点久了，我就不剧透所有的阅历了。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买。接下来是杯垫，安西出的杯垫真的是超多的，一叠。为什么你要出这么多杯垫？因为我发现有粉丝很喜欢收集这种比较小，其实杯垫小一点的啊，确实是，这是出租女友对不对？我觉得真的很好看，这个 cos 掉就是色色的感觉，这张本身就好看。它本来就长这样。他有正常的样子啊，千鹤千鹤千鹤，然后这个是最牛年的吗？对，这个是没有角色，没有角色的无角色。然后我看一下还有什么，这个我不知道是哪个角色，经典啊，那个金瓶梅。哇，这个太冷门了，我不太知道。哎，这不男生知道？哦，真的假的？就他们的那个模型都是很十八禁的。啊，我应该有看过，但是我不太了解的。这是你的人设对不对？就是跟刚刚那个牛牛牛的牛牛系列，其实这张还蛮好看的，我觉得色调还蛮好看的。对啊，我也蛮喜欢这个。这个是就一般对女仆，这很久了，这算是蛮前期的。有感觉是以前，可是其实跟现在没有差很多。你看，
反正刘海吧，离脸比较圆一点，可是我觉得比较圆比较好看。你说你这样，没有，这太圆了。这是纲手吗？纲手、啊，我有看过，在你 IG 上看过，你的 IG 都出现在我前几个。这个是那个黑针，这是那个什么？明日方舟。这个是精灵，我也忘记它是，它有分什么第一春人、第二春人，我忘记我几春了。对，有时候拍完就忘了。这个是黑胶女郎系列是吗？它也算是图片，对，它是图片。你说别的画的呢？了解。这个是不算黑胶哦。啊，它是皮哦，黑胶更贴。嗯，反正就更合身。欸，杯垫真的超多哎！我快看完了，我快看完了。来，我们速扫一次。哎、欸，哦，没有，我也是我认识的角色，这个我应该不知道。它叫指示布。哎、欸，指示布啊！有一只角色确实叫指示布，它是指示布，对不对？不是啊。它不是。是还是很像的。指示布是直直的，可以让我看一下吗？有可能是2003以后的。所以是指示布没错、啊，有一个角色真的叫指示布，只是我刚刚是没有看出来他是不是指示布。对，然后这也是扭扭系列，扭扭系列，这个是我应该没看过。然后阿里，对对对，阿里的。然后这个是魔太郎，一个会师，这也是会师，会师画的。但是他的角色是赖光。哦，那我知道，我有看过这一个原赖光的，原赖光的也是同人画。哦，已经重复了，哇！快看完了，你很多哎、欸。对啊，就是陆续超多，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说喜欢哪一个。我下一个看一下，这个是哦，你有做那个哎、欸，这是那个杯套，哇，你竟然有做杯套，环保一下。还有这个，你有做手机壳哦，可是它是印上去的而已的。这是什么？哪一个符合的 ？iPhone 的手机壳，对。再来下一个是那个束口袋，可是这应该就是放简单钱包。这是什么？平板包。平板的。你竟然有做平板包，太酷了吧！哇，你怎么会想做这个？他建议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因为我没有平板。这是那个吧？南丁格尔。对，我很喜欢这套衣服。哦，真的？为什么？怎么说？因为我觉得它颜色很特别。哦。那时候一看到它那个。底妆我就马上。那你怎么去查到的？好像朋友贴的、欸。朋友贴之类的、啊，或者是请人。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玩，所以他们都会贴。哦，了解。再来。毛巾。毛巾。今天是带了两个。这个是什么的？猫娘乐园巧克力。哦，蛮好看的。这个就是一般的。好看，你喜欢哪一个？我的话是这个，你嘞？我都喜欢啊，因为都是我啊。没有，有偏好。你刚刚立牌就选出来了，这两张都行。我就两个在你心里差不多。对啊。哇，你的周边好多，我的天啊。对啊，很多。然后这个是索隆，正面是那个索隆，背面是乔巴，但我没有很喜欢乔巴。为什么？我觉得乔巴太可爱了。哦，你不喜欢那么可爱的角色。对对对啊，应该说他太好，就是官方很多周边是他的。因为他可爱。是啊，但是我会喜欢其他角色，像索隆就蛮喜欢的。好。然后接下来就是安西本身的人设，正面的话就是自己本人的样子，背面的话就是比较动漫风格的。对啊，这样。而且我还特别把我的字一定要点出来。真的哎，我操！我觉得这抱枕触感蛮好的。它凉凉的。对。夏天还蛮适合的，我自己都有。抱枕有分三种，我最喜欢的材质是这一种布的，这是。可是这抱起来很凉哎。可我觉得这不好睡觉，这种的话就比较好。可再来第二种就是这一种，我最还好是那种，就是很多动漫周边会出的，也是有点像这个，但是会更滑，然后更不透气，就有点亮亮的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觉得它太不好躺了。对，这还 OK 的。对，这还 OK。哪一个是最近出的？这是2020的写真，因为我每一年都会出一本，都要出一本。然后这是2020的情人节限定版。限定哦，酷哎！这已经没有卖。卖了。然后这个就是每到一个时间，我就会出一本 cos 的。哦，而且你出的那个风格都不太一样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啊、这个是那个 cos 本，后面还是游戏王。哎，雷蒙，雷蒙，游戏王哎，黑魔导女孩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既然说先放着，又过来。啊，可是我觉得动作是不是比较有点雷同？因为它那个尺度的关系，它下面其实贴一块爱心哎，所以我没办法做太多奇奇怪怪的动作。哎、啊，我懂的意思了。对啊。爱心说它下面其实只有贴一块爱心的、啊，动作没办法太多啊，可惜。可是还不错啊，我觉得。这个也是那个姿势不能太大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手一举起来，整颗奶就是在外面。啊
你们讲话都这样了哦，所以他不是粘着的，他要铁丝，啊，还要铁，可是是靠着的。对啊，所以也是不能太大动作，然后手都举不起来。哦呦，我感受出来了，哇，这好辛苦哦，是有点可惜啦，因为没办法做太多姿势这样。那这套大概哦，好好笑，你才好笑，不是我觉得很可爱啊，你要说可爱又好笑，什么好好笑？哎，这衣服很可爱，我的定做，黑舞蹈女孩，大概10000，这套衣服10000，它贵在贵在道具啊，它的道具跟头比较难做，厉害。我会为了这一页买这一本，所以我应该把它放在封面的。没有，不要，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怪。哦，然后第二本，这本就比较清新。你的书面是有用那种纹路的，可是这种材质它压久了会粘起来，但是我觉得这材质很有质感，就是好看啊。哦，然后里面就你的各种写真这样。对，我觉得拍的蛮好的，而且你不是每一页都一样，你有。做一些排版，对，不然会很容易看腻，就不够特别。这一本的排版比较多，这一本比较偏那种朦胧美的感觉，对，成熟的安息这样。最后一本，对，2020的，今年的还没出，去年的，对，我们去日本拍的，是看起来超日系的。你什么时候拍的？这是前年，2019，对，前年。哦，你们在疫情前拍啊？对，疫情前，厉害，真的还好有去耶，就是刚好当作去玩。这个好像日本写真女星哦。对啊，因为我们那时候这一本就是要营造出有点日系感，这是清纯的安息，去商场买东西，然后还有和服哦，这个风格很多哎，哇，这一本其实尺度蛮大。对啊，这本就是写真里面才会有的尺度。你说你另外一本也尺度很大，这个是比较大呀，这是我的那个剪完之后可以便利拍哦，酷哎。这个好用心哦，很可爱。另外一组，但我自己的剪得很烂。然后后面还有那个安息，很日系。哇，今天开箱完安息的所有周边了。好，你可以宣传一下。喜欢我的周边呢，可以到我那边的网址。下面。好，在下面。下面。我会留我的网址，大家喜欢的话记得要去支持啊。可以。好，今天感谢安息，谢谢来开箱。好，各位观众，喜欢今天开箱影片，欢迎在下方的订阅，喜欢记得按赞我两个 FB， 追踪我两个 IG， 订阅我们频道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